爱来爱还会有，爱来爱来还会有。你看这写着的，第一步啊，如何征服无缘青年？哦，就是网络诈骗，他就是怎么骗大家的？建立沙丁鱼互助小组，聚焦无缘青年，通过网络方式展现爱与关怀。嗯，不引人注意，每次以免费旅游的名义邀请大家来。可恶啊！然后友好接待，找时机下手，不可轻举妄动。通过其社交账号在网络上发布的定居有缘小镇的信息，吸引更多人前来。哇，这你知道这是谁被骗了吗？这是我们群，啊，这是我们被骗了。这是我们群，露露，你看露露无为嘛，真的吗？免费的，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，一定要有晚辈。你看我这个话说的还是很有道理的。Go go go！ 我还直接发个表情。只有凯凯自个儿发的表情，我好帅，怎么会这样啊？这就是咱们那些组群。从31到44，这有好多组了。咱们是最近这组热心群众，咱们是这个。沙丁鱼互助什么意思？就是当鱼。哦，当鱼就是真人宰割。对。这是什么？密码。哇，只有三个锁哎。123，124，123。那应该在上面应该有密码吧？没有啊，都没有密码，那怎么开？有信心就可以，有信心就能开。12103211。就12345678910吗？这边123，3个开这边。中间呢，它是4位的，加了3位。现在他有什么？